歡迎大家收看爆谷台，我是 Ivan， 我是 KC。 大家看到台頭這裡有兩杯茶，我們先喝個杯。 Cheers Cheers。 但重點呢其實不是這些茶，重點是雖然好味，重點就是在這個碟將會出現的食物，那是什麼呢？就是月餅。沒錯，因為中秋節啦，我們為了應節，我們就會跟大家玩試食月餅，但是不止一個牌子的月餅，我們會試食足五個，正所謂就是五大王月缺一不可。沒錯，這個也辛苦其實走雲辛苦世界去搜羅這些月餅，因為我知道呢，我們今次不是只是吃一些連鎖的月餅的，我們最主要就是因為知道香港除了一些連鎖式的月餅之外，還有很多無論黃店也好其他也好，都有很多不同的小店，他們有出產自家製的月餅，所以我們就不如就試一下，我相信我自己很多都會未吃過的。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玩法的，就是我們會蒙眼試食。沒錯了，為什麼呢？其實因為這樣就不會我們偏幫哪個牌子講好說話啦，那就公平公正一點，就對比不同個月餅的口感和味道啦。那不如現在臨時吃第一個月餅啦。咦，真的這個？這樣拿一下就可以了。我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口。好像這個。啊，我知咩嚟啊？系脆脆啊！仲有支持朱古力嘅，就好似食多啲威化嘅味咯，系脆脆咯。這個好食。算啦，一件啫嘛，唔系咩？小朋友多數中意食甜啊、糖啊嗰啲感覺咁。好，而家咧就試食第二個啦。我又摸到只碟啦。呢度 yes， 打我隻手，偷我月餅，哎、偷我月餅。好腍啊！我要直接攞手用手攞算，攞你一個咪先。咩啊？知嘅，好明顯係芝麻。我都聞到啦，太獨特啦芝麻嗰陣味。呢只應該係我平時咧買冰皮月餅咧其中一樣會必買嘅口味。我覺得呢個好食過啱啱嗰個。但啱啱個好食在佢有脆脆咯，呢個係嗰啲芝麻嘅碎。到第三個咧，三號係咩嚟嘅咧？我又摸到自己碟啦，係我同你揸只咩？呢個唔係啱，成都唔足籤。好，就係應該係啊，聞下先，聞下先，聞下先，係啲奶黃月餅嘅味咯。啊，係誒，有流沙，有流沙嘅感覺啊。有咩？有啊，聞到大黃流沙感覺咯。哦。我咪食到啲鹹蛋嘅味道啊！咪流沙奶黃咯，所以即係係咯，平時咪有時淨係嗰啲奶黃包你齋甜味噶嘛，呢個只係有鹹蛋黃嗰啲流沙奶黃、金沙奶黃，我記住呢只味先，高分嘅，呢個高分。以往食嗰個奶黃月餅咧，我覺得通常嗰啲奶黃咧，偏甜，呢只係鹹嘅，即雖然你蛋黃蓮蓉嗰啲一定係鹹蛋黃啦，咁但係我個意思就係唔知點解佢度加好多甜味，但係呢個係你係直情食到佢健康啲，唔知咧食到佢嘅鹹味咯。低糖啲。好，我哋 ready 食下一個啦。好啦，呢個就係所謂四號嘅月餅啦，我摸唔到應該喺邊啊？呢個得見到，唔好食錯啊！頭先鏡頭後話唔好食錯。哎，哇，跌咗啲。點解聞到啲奇怪味咧？有少鹹，呢只鹹魚好奇怪嘅鹹。我食到啲少少似蓮蓉，但係唔係蓮蓉嘅嘢。誒，綠豆蓉。係啊啊，少少似呢個月餅，我個人冇二三號咁中意。五號嘅月餅，好又要摸下先摸到。我成口都是一至四號的味道，那你要記住這五號的味道和一二三四的比較。聞一下先，很香的蛋黃月餅味，會不會吃下去不是好，這個好，這個好吃喎，很軟啊，一咬下去是鬆化咯，這個都是奶黃咯，這個是奶黃啊，我覺得個甜和三號比是它甜一點。即係呢個似係咩咧？一
一個 standard 嘅奶黃月餅應該係咁樣咯。嗯，係咪？嗯，但呢、這個我覺得呢個真係好食啲喎。三號真係減甜，五號呢個係一個正常 standard 嘅，但我偏中意五號多啲咯。係啊，嗯。好，跟住我哋就食六號。見到啦，我都查。代狗嘅，聞下先。超代狗，嗯，唔係紅豆咩？我想紅豆味喎，紅豆沙我食到。哦 ，OK，OK， 係紫豆沙。做呢個大咧，應該係啲傳統嘢嚟。佢個蛋黃咧，都係俾紅豆嘅味遮咗咯。有蛋黃咩？應該有啊。係咪成個蛋黃喺你嗰邊？原來你嗰邊冇蛋，全部都係我食唔出有蛋黃。但呢個唔會好甜咯。我呢類紅豆越係。偶爾吃一個是喜歡的，但我不會常買這隻口味，可能不同口味當中有一個是豆沙月的，那 OK 的，我自己個人就不會買一盒四個，暫時我自己都還是喜歡二三號，我最後一個奶黃，即是五號，二三五咯，我的頭三格。你未分到高下住，五號暫時我就應該三號高過五號。第七個啦，即係尾二個個啦。我哋今日會試八個嘅，咁啊嚟啦！傳說中嘅芫茜月餅都仲未出現嘅，啊，真有啲衰喎，衰到連差都差唔多。嗯，仲唔係芫茜？呢個唔係，係芫茜啊？係咩？呢個芫茜？哦，嚟啦嚟啦嚟啦！嗯。這個是台灣香菜先生的什麼沒有芫茜太重不是事先聲明我們兩個都不是一個特別好芫茜的是啦不是特別好芫茜的人我覺得應該那隻是香菜碎我覺得應該是我覺得應該是吃了之後才告訴我聽那我現在不會一直拿著一大塊還不敢吃能夠擺落口，好濃嘅芫茜味，真係好重芫茜。中意芫茜嘅應該會中意呢個，呢個真係一定要買，真係超濃郁，好似食緊咧皮蛋芫茜湯成嘅渣。中意懲罰懲罰啲唔中意食芫茜嘅人啊！你中意食芫茜嗰啲，會覺得呢個唔係懲罰，呢個淨係享受啦。好，去到最後一個月餅啦，今日要試食嘅。啱嘅芫茜味，仲喺口入邊攞緊攞緊。我覺得連芫茜月餅都過咗咧，呢一個應該會好少少，定係低處未算低，好似係仲有啲咩芹菜啊，又係青汁，我聞落去安全好，好似都係奶黃咁嘅，唔係奶黃，奶黃咩？唔係個味似，咪有啲似，嚇係嘛？係咯，呢個比頭先我話五號嗰個更加散。有少少跌咗我哋手掌度，有蛋黃嘅喎，你食到蛋黃？嗯，食到。嗰個甜度我覺得係介乎三號同五號之間，三號我就覺得佢係偏鹹，五號就係 standard 偏甜，呢個中間好難忘記三號，因為我覺得三號好食，佢同三號就揮。好啦，試曬八個月餅啦，咁經過咧工作人員咧幫我哋排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後咧。原來我哋食咗呢啲嘢嘅，我哋發現原來我哋估錯咗好多嘢，例如咧呢個三號咧，我哋頭先以為係奶黃咧，原來係花生醬啊，係花生醬月餅嚟嘅。我自己就中意頭先我講係二三五八啦，我最後修正啦，我中意嘅係二三同埋八，你咧？我就自己真係好中意五號嘅四喜奶黃月餅咯，嗯，我覺得佢真係好香奶黃味，咁另外就其他都 OK 嘅。係啦，係啦，我覺得係首先要講就係七號月餅咧，個芫茜月餅咧，以我哋兩個咧唔中意食芫茜嘅人嚟講咧，算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啦。咁另外就八號月餅，唔好意思，因為我哋食咗唯一，因為我哋真係買咗個，真係。咁係奶黃月餅嚟嘅。咁希望呢度咧都有啲大家中意食嘅口味啦。咁另外咧即係中秋節啦，都要提提大家小朋友千祈唔好補蠟啦，同埋咧記得唔好亂跑垃圾啦。中秋節我們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中秋節快樂。
咁如果大家中意片嘅話，就記得訂閱我哋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 IG 同埋 like 埋 Facebook 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